我出来旅行体验乡村生活的，方便在你们家吃过饭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是可以啊，可以。贵姓呢，大哥？我姓陈。陈大哥是吧？嗯。哦，感谢了。大姐呢？我姓张，吃饭在爷爷锅儿吃饭，我们这农村。哦，爷爷锅吃饭是吧？对。哦，吃的有点晚啊。哦，对，他皮包是吗？你直接吃皮包是吧？你们悠悠在干活，等一下一会儿也吃不了饭，我知道，干活要紧啊，我又帮不了忙，要我帮下忙吗？大哥，我回去给妈我扣一点嘛，你直接摘点嘛，摘点提就行嘛。啊，摘点提就也吃嘛。拿个口袋给我摘。啊，拿个口袋。哎呦我的妈！不，让你们干活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回去了。人家觉得没吃饭嘛。啊。我去，还没多弄点饭，人家觉得没吃饭。我去，啊、我去给你拿个口袋了，接着接你。这样说很忙，这样说。我给那算了吧，算了。没事，我先给你扣着了，你先去。啊，好。还真在吗？哎呀，太感谢了。没事，你收了这数字给。啊，够了，随便摘几个就可以了。啊，几个？你收了再多摘几个。哦，这里有点。哎，够了。哎，不摘了，就随便摘几个，赏个下我的意思。啊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大哥，你看都不好意思啊。哦，够了。没事，行，够了。你贵姓呢？我说，我免贵姓周。哦，你姓周。周强。哦，对。哎呀，感谢了，大哥。哎呀，没事。去哪里啊？就在那里。不，吃饭我真不去了。时间太，你们先干活，你们干活。不，走，我们都回家去，走嘛，也去欢喜耍哈哈。哎呀，啊，对，回家去。你把石头过来，走嘛，走，叫什么？走嘛，就是那个。不，吃饭都不去了。现在不是我家，我们家人那房子，我买房子买的豆吧，晚上我娃儿小都在成都买的房子。哦，都在外面是吧？哦，就回家就是我兄弟，走嘛，走，走嘛，这叫谁走嘛？这不好吧？走嘛，有啥子不好嘛？走嘛，走嘛。你好，大哥。大姐，好，你叫他走嘛。好的，好，哎呀，好，先放在这里，等一下我带着。哎呀，太感谢了，大姐。哎，啥子感谢嘛？真的，要好整好了，这车都。好，哇，这么多菜啊！这种菜都是吃进去噻。对，随便吃的。大哥，感谢了，今天。这是大哥，这是大哥的兄弟啊。好。太感谢了。哎，好。哇，吃饭了吗？哦，好。猪肝，这个鸡蛋酸奇汤，这个肉丝。来，吃饭了，大姐。啊，吃饭。啊，开吃啊。奶奶今年贵庚了，奶奶？嗯，好多岁？嗯，奶奶，今年高寿了？好多，你问你多少岁了？八十多岁。八十多了是吧？80。哦，那你身体蛮好的啊，刚才还上坡干活喽。嗯，那身体还是好。啊，来得很慈祥，哎，看着就很善良啊。对。奶奶，哎，真好。哎，多慈祥的。对。都好。这回是芋头。啊。芋头是吧？芋儿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太香了！吃个人头芋，这个芋头。老师，我都好看了。感谢了啊！哎呀，感谢了啊！哪里这么多菜？哎，枇杷也摘了。哎。真不要了，真不要了。我不要。哎，不要，吃三碗了。两个三碗，差不多三碗够了。哎呀，三碗饭都下去了。这个是真正的农村的这个土腊肉。哎，再来一块腊肉，正宗的土腊肉。感谢了奶奶，感谢了，真的，奶奶吃不去了，真吃不去了。哎呀，肚子有点撑了。他吃饱了，大哥。大姐，好，吃吧，吃饱了，你慢慢吃啊，慢慢吃，哎，哎呀，
是我们家生，我们来生。没事没事，好。我们来生。大哥，感谢了，大哥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再随便给你带一点。你看这个能不能穿啊？哦，对。那你穿试一下。哦，这个能穿。没事。大哥，谢谢。你看，没有女士的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没事。有女士的我都。这个是灵芝粉，然后这个带点天麻，带点天麻，没事，感谢了奶奶啊，年龄大了就吃多吃点这个灵芝粉，然后这个天麻，骨骼调嘞，这个是吧？这个调水喝，这是天麻，对，这个天麻，对，奶奶，祝你身体健康。天天开心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好好好好奶奶，随便给你，祝你身，奶奶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别的嘛，奶奶，祝你身体健康。小小，谢谢谢谢，别介意啊，别介意啊。感谢了奶奶啊，感谢了，大哥，感谢了啊，来，好好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个茄子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好，茄子。行，大哥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奶奶回去了啊，我保重身体啊，身体健康，祝你啊。这就喜欢你。对了，感谢了啊。二天随时来吃哈。啊，好好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？好。你看，谁来说？我随时来。好嘞，奶奶。好的。